这里面我们一起重新聚集，为了托苏妈妈他们的钻石婚，一起在这里啊，上主持。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在主持婚礼一样？这一对新人啊，钻石婚其实是双重的祝福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你要年岁要被神祝福。第二，我们的婚姻要被神祝福。那我找了几块金节，关于神说我们会神祝福长寿，有一句话在这个箴言十章二十七节讲到说，要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。朱伯伯、朱妈妈年轻就在教会长大，虽然经历过在整个历史当中很多的战乱、内战啊，然后呢又搬离开自己的国家，要到美国，他们一直都是敬畏耶和华，都没有离开神，所以神是祝福他们能够这样子的一个承受。另外，圣经有段经节说：“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”我们可以从朱慧莲姐的身上看到，他们一定是以身作则，是吧？他们一定是在家里面怎么样的照顾他们的长辈，以至于他们的儿孙也是一样的孝顺，让他们也蒙神的祝福长寿。另外，关于婚姻上面呢，这个我个人感触特别深。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这边讲说，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，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；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，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这样做，终于婚姻神也要祝福他们的婚姻可以蒙神保守长久。那我们要是在朱伯伯、朱妈妈的家中看到他们两个互动，就知道几次看到，尤其朱妈妈上了阵子啊，这个手术，然后在家里面很辛苦的时候，朱伯伯怎么样来照顾爱他的妻子，就像圣经节里面所讲。另外呢，看朱妈妈敬畏神，手术没多久回来服侍，朱伯伯也都跟着他来圣歌队练习，真的是让人很感动。所以因此神会祝福他们的婚姻。那这双重的祝福是我们的榜样，那我们今天不再是在这里要为他们祝福，我们要求神也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我们，也祝福我们，我们来一起参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福气的一个这样一个庆祝，让我们能够也心生效法，我们也愿意像他们一样蒙神祝福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为他们献上祈福。神，我们为了朱伯伯、朱妈妈在你面前，真的是要来庆贺，要来高兴，要来为他们来祝福。主，我们求主你照他们的年岁，你就祝福他们的恩典永远不离开他，也照他们婚姻在神面前的坚定，他们的感情、他们的爱情，你也祝福他们能够深厚的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，不但是又长久又深厚，主永远与他们同在。就像亚伯拉罕怎样爱他的妻子，怎样顺服神的话语，离开本地本家来跟随神，我们看到朱伯伯、朱妈妈美好的信仰的一个榜样，你也一样像祝福亚伯拉罕一样，能够祝福朱伯伯、朱妈妈。亚伯拉罕在世175岁，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祝福朱伯伯、朱妈妈的身体健康，他们的婚姻因为是建立在基督的这个教训话语上，主你就这样子来祝福他们的婚姻。主，我们求主你继续来兼顾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，让儿孙们、弟兄姐妹们都一同分享
他们爱的爱情的喜悦，主啊，让我们在今天与他们同庆贺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你的爱、神你的话语鼓励，我们都能够同样蒙到祝福。愿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Oh.
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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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耐心。五分三三呐，暗恋。五分三三呐，三分。你要讲吗？一样的，比较困难的。都。蛋糕，亲一亲啊！我们的欢乐面，谢谢。